呢个系阿兜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嘅录音，2007年10月香港。庐山遥寄卢氏寓虚州，李白。登高壮观天地间，大江茫茫去不还。黄云万里动风色，白波九度流雪山。完。LibriVox 嘅录音都系公众所有。